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唱歌呢，我们讲究声情并茂，声情并茂是唱歌一个最高的追求。首先，当然是解决声的问题，要有一些的训练技巧。训练好了之后，要忘掉这些技巧，要情感的表达，声情并茂才能够打动别人。比如说这一首歌。啊，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啊，只有声音，啊，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只有声音，不能打动人。我们可以吸着唱，声音收敛一点，反而让情感出来。啊，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哎，是不是有情感一些呢？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不是应该要有情感？那我们慢慢的去体会。